鹿港满增高加淡水巷交接的淡水一号桥，桥顶的水防道路出现一个大破坑。头担队长郑进昌是赶紧先放三个水台，更是用路人，避免车辆经过无顺利摔入去。十三号早起，鹿港镇长柯志宏是带工程团队来会勘，现场嘛只是工程单位要赶紧将这破坑补补的，才再铺上垫啊架，保障民众的性命安全。收过惊人咯！南势一号桥桥顶的水防道路竟然破一个大坑，都惊经过车辆无注意落落去大坑内底。里长是赶紧起三个水顶警示物品冻掉嘞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当我到伫咱二台伫咧斜咧斜咧吼，啊，都看到遮一坑，啊，都咱前头老人会会长接啊，啊，就安那甲咱讲，所以咱就较紧的紧甲。联络公所，公所今日是来甲咱处理，所以这关系到咱路过的人的安全。看卖这个大坑，面积大个深，店长柯志宏徛了破坑内底，有半个人的高度，地基也拢流失掉。好佳在民众发现，而且紧急通报，伫咧破坑接人吞车进前，紧急封路进行修补。因为吼，咱鹿港镇这个南势社区吼，这主要的通往的这个南势一号桥吼。昨天经过咱这镇内所有在证明吼，直接处理发现讲吼，叫一个透风机型。那由理事长马上回报给里长，咱公所这边嘛，今天吼来了解这个坑是到底是啥物情形，所以嘛今天通报吼，咱管路水之处今仔吼管路管长嘛特别吼派咱这秘书先来现场吼关心，针对这个物件吼，咱要来做紧急抢修，今天甲修好起来。我们镇内吼，不管吼村民在出入，还是讲吼周边吼很多工厂的林立吼，车辆也非常多，能够让他们在同时能够有一个安全。烦恼乡亲生命行车安全，店长是马上指示工程单位，要赶紧将破坑挖开，确保回填土方，未搁再流失了后，让乡亲一个安心安全的通行道路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